因为他过去很干净，行，这是已经是背光，背光的东西其实很干净，对不对？你看怎么了？你不觉得这个怎么了？哎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来吧。哎，我这个下面我来看看好不好？好，你帮这边呢，我们这边就把它打开。好。你在外面下线尖尖，今天我们这里面蛮多张的哈。那更明显的，我把那个这一张给收一下吧。姐妹，这个的话，这是去那个三山医院，肯定是。我们三山医院应该是养一个三弟弟。很弟弟的话，请到他里头。我最肯定这个算是去养。那这个地方怎么说呢？如果你说我要变变，没有说我要变变，可是我变变你去养了，这就是变了。对啊，那如果在的话，那就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先做两方来的，我们不要在前面做。你要在高级的方面，你看有些方面，然后不要走在前面上，然后你两个自己合成。这个把人家自然就知道，当然了，然后让他们分手，是不是？哎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看这同学从日记里面上线，我们在我们的班里面在这边哈，日记里面上线，有没有找到一个暗部？你看，嗯，我今天忘了亮就好了，亮了不能再亮吗？嗯，对，有程序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程序，刚才都是找的这个，我可以再亮一点。好，不过如果不会。你现在增加，其他的话就是可以调整啊。好，我在这边再做一些，让你这样子光，质量好一点，还是快点。我们看看不用选，因为每个人的采用哈，每个人在做采用，每个人比较大一点的，我们再注意一下。但是我要给各位看的是，你看我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看它这边按的越来越亮，亮的没有，持续的亮没有了，下面不会的。下次就发现在那个位置上了，自己的位置，前面这样子再看，哇，可以再看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咱们就大家来各位对比一下。第二个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整个都是漂亮的那个？第二点呢，我刚刚就说过了，那我让你们知道，整个都漂亮的那个，我们来看。这是文章哈，嗯，还是我们这个标记栏，这一张它在这边带给你们现在用怎么样？好，非常容易通过。这一张有没有？这个好像亮了一点点。哎，软性文字啊，软性文字，这个本身比较偏亮，因为这个那个你刚才说的前面的大字嘛。好，那就这么来大家看一下。那么以后，对方在十点多开始哈，那么以后，你在看，你出来看看，你看日记里面的，一样都在下面，那个在权益的那点地方，权益的那个点地方，好，等大家进来看之后，好，进来就是说，其实这里面我们要找的数组就是叫做第一组叫四张，这个四张其实在我们第二张里面是的，我们也画了那个图，各位看到，有的时候一页就是两张，你说它要怎么样？第一个组是这样，那右边呢可以对照到向右，往左边会找到右，这个是这样。好，开始。好，所以我们这张看一下，你看你看到没有？左手边是哪点是吧？右边的。更不一样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比较会好一点的。好，你看这样子来点下 A 笑脸，这个比较好一点。刚才不会了，所以这个呢，你可以看几个点，几个号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子来点明显方便一点。我们稍微简单来点下笑脸就不错。这两个有一个大家要会的，就是健康的重点思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接下来看的就是他们在讲的这个健康的重点思想哈。那么，我要先说，三大方面是我们的重点，所以你在计算上的时候，像这个单元，一定像这个目标啊，或者像这一单元啊，
我都比较开心的，这都是我的好朋友。那你们在家里面开那个婚纱的是外景吗？现在男女主角是我们通常还有一个日本拿一个那个反光板，对不对？那反正在户外的话，它就有一个光点啊，反正有光点，所以在户外拍婚纱需要做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就在那个在睡前这个地方，就等一下好像去打一打灯光。好的，有的话，尤其你们这样拍上来上啊，把这个在外面拍照，都是在这样子。那在哪边呢？它就是一样的照片，就是那个叫睡前观景的地方。好了，有这个点进来。好，那那个镜子呢？那镜子它是有线性的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这里就打算打一盏灯，它呢打过来，这里完全受到那盏灯的影响。这个这个线里面的完全的照片光影都是那个线上，还是现场的。那所以呢，我今天如果想要怎么样，让它这边亮一点，有点像这样，请问前面不一样？好。我回答你的看这个地方，因为回答我的，我们看的是这个，没有回答的，你看这个地方，因为这边是没有任何改变的，这样了解吧？哦，所以你看这里，你看这两张，对吧？这边是不一样的，好、哦，就不一样了，所以说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好、哦，简单的说这个，所以使用前、使用后，这些的不一样。好、哦。所以这就是现成真的不高了，你周围的人都是很清楚的看到了。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哈、哦。所以我们刚刚留下这个的，你可以知道看这几张，纯的这几张，整张的，还有什么？就是我刚刚说的现成的，好，完全